三斤。二哥，你讨得个焦铁子，身穿古龙袍，二哥你威望。一同将要华夏，常捉武器。
小言不长。因为我呀，中啊有一个不识字之人。什么？中啊有一个不识字之人。如此，你就拿来他。哎，我说邪神，你可知道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神仙一把抓。哎呀，好，好一个神仙一把抓，咱们就该天上一比。好好好，陪我天上一比。好，我说二哥，你成就江山也在为你这一比，不成就江山还在为你这一比。好好好，为你我与你来抬过万里江山，一定我先生，请来立国号。好歹三人立国号，上写大宋元年诏，上座，男女高女亲亲到上。哎，二哥，你就不要推迟了。